今次连天才福尔摩斯都冇晒富。亲爱嘅华生，我今次真系拗爆头。呢只喺死者侧跟嘅手套，你点睇咧？醒哦、啊，你话冇你点得咧？咁家下系咪应该要物归原主咧？梗系唔系，凶手离开嗰阵留低嘅。你冇发现今日男管家净系戴住一只手套咩？头先握手嗰只手好冻下，凶手就系男管家。今日 case 真系百年一遇。都算嘅。话时话啦，点解你心水咁清，转数又快过我嘅？咁点同咩？你饮嘅系茶，我饮嘅系 Red Bull。